鸭腿练到的最高境界。大家好，有很多人认为基本功鸭腿很容易很简单，以为把腿放上来架上来就是鸭腿，但是有很多人腿没有压好，没有练好，反而腿变形了，韧带变形了，走路到八字形八字步了，说明动作不正确，所以导致腿变形韧带变形。那如何把腿压好练好呢？三步教你把腿压好练好。两脚并拢，脚尖正前方，身体站正，保持放松，正压腿。压腿要注意动作要正确，动作要理，保持两直一高。哪两直呢？两个腿是直的，不要弯了，腰背是直的，脚尖是勾的，脚尖对着你的鼻尖，这是正确的动作要领。那如何把腿压好练好呢？三步教你把腿压好练好。压腿的第一步练习方法，双手按住膝盖，用头碰到小腿，把腰胯练松练开。第二步，双手拉住脚尖，用头碰到脚尖，主要是把腿上的韧带练松练开。第三步，压腿的最高境界，用嘴巴咬住自己的鞋子。